今天宠物们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有一个可怜的流浪狗，它的脖子被狗链死死勒住，压迫血管，导致它的头部越肿越大，大到有些吓人。好些人看后很害怕它身体出事，就想将它带到医院救治。谁知道狗狗看见人类就像看见魔鬼一样害怕，直接转身就跑，由于速度太快根本抓不住。后来遇到一个知情人才明白，很早以前这只狗狗一直被主人虐待，不是打就是骂。狗狗实在受不了，就趁主人睡觉时强行将狗链从柱子上拽断跑走，从此就只能捡一些垃圾堆里面的剩菜为生。也许是被虐待太久的原因吧，狗狗只要看见人类就会瑟瑟发抖，异常害怕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叫来专业的救援队才将狗狗抓住，并且送往医院救治。在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手术，终于将卡在狗狗脖子上的狗链取了下来，狗狗也露出了久违的微笑。最后希望狗狗能快些恢复健康，并且被好心人收养，过上幸福的日子。